接下来我们要欢迎，就是说卡在 Eason 跟 Amber 中间的这位，也是大家非常喜欢的歌手。现在对他要尊敬一点，他现在是春晚级的歌手了，以后我们要看他很难的，你知道？现在不得了，很遥远了。一起来欢迎萧敬腾同学，欢迎洛克先生。哎呀呀，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春晚级的，来春晚级，您站中间，站中间啊，谢谢，跟大家拜个晚年吧。大家午安，新年快乐。多讲几句嘛，新年快乐，太要讲点有点学问的，什么对不对？春满乾坤，福满门之类的。我不懂这个。春联你家没有？永远健康啊，很重要。哦，这样子啊。对对对对。哦、平安。平安哈、哦，怎么感觉讲话像认拔、啊？平安平安。那你这几天过年都在干嘛？吃啊。吃而已吗？还有养病吗？对啊，休息啊，对不对？然后啊、吃东西。身体好一点没有？好，好了，好了，好多了哈。现在还是感冒的状态吗？是。哦，这样子。哎，给你，给你，再久远一点。好，来来，哎，你是第二度参加了，对不对？先跟我们分享一下去年你站上这个春浪音乐节的感觉是什么？很好玩。怎么样好玩？然后气氛很好。气氛。然后观众很多。很好玩，是你讲的这个答案，好像放在任何跨年演唱会也 OK 耶，真的。针对一个沙滩的音乐节，或是海边的，或是垦丁的那个感觉，有没有不一样嘛？室外啊，对呀、啊，室外然后风很强啊，哦，风很强，有海的味道。哎呦，唱歌会有海风的味道这样吹来，还有酒的味道，难免啊，对对对，然后沙滩啊，大家就是很放松啊，对。在玩嘛，边玩边听歌。对，那我也是。那会不会唱歌唱一唱，风很大，沙子有没有吹进来？不会，不会，不会，因为下面都是人啊、嗯，所以把那个沙子就踩住。OK 的，好，那你今年要做什么表演呢？今年你是二度要登上我们春浪音乐节，很多人都很期待，也表示我们光远哥对你的表演是很肯定的。谢谢。哦，今年有没有什么准备？像刚刚 Amber 有讲哦，他带了大批人马搞一个 band 哦。哦。很好啊！你现在是做评审的、啊，很好啊，很好，不错。我也会。对啊，人家已经在构思了，两个月前他已经在构思了。你有没有准备啊？有。你准备什么？就是歌啊，唱歌啊。真的吗？然后，对啊。那还是说到时候来一段 Michael Jackson 模仿秀？没有，就是唱歌。啊，唱什么歌？就是到时候就会有了。一听就知道还没准备，真的吗？都还没有想好吗？你唱一点跟春天有关系的啦，春浪嘛，好吧，你唱一个什么春神来了之类的。是什么？春神来了真知道，春神来了真知道，美猴黄莺报道。哎，这边是我主席，今天主席，哎，这人快快，对不起，春晚级的歌手，对不起，对不起，不是，你真的都还没有想好哦，啊？哦，会想啊，但我觉得到时候唱。一些就是很好的歌，很好的音乐就好了。你会挑一些别人的歌唱吗？会啊。OK， 我跟你讲，一上台你就挑十首陈奕迅的歌，先把它唱掉。再来一首《K 歌之王》，然后开始一连串把它，后一后不要揣摩瓜球啊！加油加油，好不好？为台湾争光一下啊！是的，有这两位歌手在，我们今年的春浪，还有我们好多好多的天团、天王、才子、家人，一定会非常的好玩。我们两位来合照一下，为我们今天做下一个记录，帮我们吹票一下。再次的欢迎萧敬腾、郭采洁加入了我们这一次的春浪音乐节的行列，谢谢。来，两位请看前方，从左边开始看起。是的，我们的售票呢，包括在全家便利商店，包括我们刚刚提到的这个华语，里面还有很多的售票点呢，都有这个购票。那么欢迎各位媒体朋友帮我们多多的宣传一下，4月2号、3号在猫鼻头国家公园，那么在2号的下午啊，这4点开始。包括了雄狮旅行社、垦丁旅游网都有帮我们做很多的配套的准备，让全省各地的朋友一起来感受这个热情。哎，光远哥也上台来合照一下，好不好？来来来，主办单位的光远哥，光远哥，好，拜。哎，光远哥，来啊，不要客气，你代表Eason嘛。好，两位再合照一下，谢谢。好，是的。
哎，我们这次呢有包括了这个萧敬腾，还有郭采洁、田馥甄、五月天、张震岳、MC 哈豆、董事长乐团、Eason、严爵啊，纷纷乐团、女孩与机器人、卡斯非常的坚强，音乐非常的多元，最健康的环境，而且是最懂音乐的主办单位——友善的狗，在沈光远大哥带领之下，请大家一起来感受一下我们音乐人的实力以及这个户外音乐节的魅力。希望大家都玩得开心，也大家支持这个非常棒的艺人朋友，相信他们都会啊，这个带来最好的表演。哦，拜个晚年的 pose， 来来，采洁帮忙配合一下。对，好，互拜，好的，互拜啊，恭喜恭喜，好，一拜天地，好，二这位，好，谢谢。需要 solo 的吗？要玩 solo？ 需要个人的吗？个人的，个人的。好，来，那 Amber 先来，镜头我们在旁边啊，好。来，麻烦今天啊，这个郭采洁也穿得非常的靓丽啊，在这个过完年休息了一段时间，养精蓄锐啊，这个正式的啊，这个开始开工了啊。那么来跟大家见面，当然这个戏剧也马上要开始开工，不过现在脑中呢全部都已经在构思我们四月的表演啊，相信他一定会带来很不一样的演出，请大家试报以 rocker 的姿态，太棒了，太棒了啊，谢谢。好，谢谢 Amber， 谢谢。来，我们请老萧，谢谢老萧。好，我们在那边摆下 pose 哈、哦、，pose 都被用光了。啊，是的，非常传统的 pose。哎，这什么意思啊？这是什么意思？送你一个赞的意思吗？哦，在帮脸书代言就对了，赞。哦，再换手。哎，人家都 rocker， 你怎么一点感觉都没？你好像那种什么公司建设公司董事长呢？对对对对 ，OK OK， 好，谢谢谢谢，好，来两位请回到中间，我们来进行电子媒体的联访，也谢谢各位媒体朋友多多的支持。2011年垦丁春浪音乐节，好，小心哦。